大家好，我是大猫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。Humbers K 圈做了一个 race 到了2200，这么细腻吗 ？Charles A 三，杂色也考 ，Eric 70草花也考 ，Kating 59杂色也考。Luda 十勾做了一个正常的13000的三 bet， 就 K 圈能靠住吧，别的比较难。那我们不知道开庭会不会靠啊？看开庭又靠了。Eric 应该会靠吧？他看开庭靠了。跟开庭一起游戏大几池是一个明智的选择。最喜欢看开庭打牌，绝对当代比当赌王还牛。K 四九 ，Ambers 冲顶段 ，Luda 有一个卡式卡圈。做一个 check， Humber K 圈，没有下注。Luda 这现在有两头胜，卡八和卡圈。Eric 出来打了一枪，三个。开庭中九，跟住。Luda 应该是个跟住。K 圈在这里很边缘。call 的话就很难受。你在这里靠后排的靠，不如在这里做一个 race， race 到90000，把后排的价值打出来。要不就弃牌，要不做 race。我偏向于在这里做一个 race， 小加注，75000到90000做一个加注。哦，这是靠底池是74000。River 发了一张圈啊，绝命牌。Luda 只有63000，应该会 all in。K 圈两对应该会靠。大数十勾，这就是 K 圈在 flop 没做没 bet， turn 上没 raise 的后果，要接受惩罚。这个为什么会响啊？你两对肯定会 call 呀。Luna 说自己是 nuts。